你不喜欢吗？喜欢，喜欢得很。少帅，我去查过了，宋玉儿确有此人，是个富商的养女，恐怕只是两人长得相似而已。继续查，就是他。早晚有一天，我要撕开他那张画皮脸。少帅，这次回国可不是为了一个女人，正事要紧啊。我从来都没有忘记，无论是谁杀了我父亲，我都会让他血债血偿。属于我的一切，我都会夺回来。博阳，你去陪陪香雪嘛。你真让我去陪香雪啊？香雪妹妹现在在怀孕，你要多陪陪她才是。夫人以前可不是这么大度啊。从前你不是总说我喜欢吃醋吗？怎么现在改了还不好啊？夫人，这次离家出走看来学乖了不少嘛。怎么，你不喜欢吗？喜欢，喜欢得很。不如今晚我们……我这次出去听说了一句话。好、哦，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。我今天晚上不要做那个妻，就做那个偷不着。玉儿，玉儿，倒是越来越有风情了。宋玉儿，你到底在哪儿？这块玉佩又在哪儿？请进。少奶奶，还好你没事。那天我看到你被人绑走，可是少爷和姨太太非说你是离家出走的，我都要担心死了。你仔细说说。